采访的标题叫什么呢？大火烧掉了凶财。这个老师啊，也是女强人啊，那个是了不得的女强人，是吧？挣了1000多万，这个钱呢，凶财，是吧？凶入凶出啊，走的时候，第一个这个钱你留不住，第二呢，附带着凶灾呀，啊。那么下边呢，我们呢就来做这个采访。当时他的这个新闻呢，还上了新闻联播，待会我们可以看得到这个照片，是吧？我们下边也是来问呢。啊，你说这个花它枯萎了，为什么呢？没有根呢。那这个根去了哪里了呢？没有受到好的教育啊。我们从啊种子和根源问起，您小的时候是一个什么样的女孩子，受的什么样的家庭教育？我小时候的性格呢，特别暴躁倔强，而且喜欢争强好胜。我这种性格呢，也决定了我一生很痛苦。那为什么我会有这样的一种性格呢？因为在我很小的记忆里，一有记忆，我的父母就不停地在吵在打。因为我的母亲呢，她是个女强人，由于没学过传统文化，也不懂得柔顺，经常和父亲在家打得天翻地覆。经常呢，爸爸也很暴躁，酗了酒以后就给我和母亲妹妹打出家门，我们躲在邻居家里。每次打完仗以后呢，母亲在我和妹妹面前都是诅咒我的父亲，骂我的父亲，揍他出门让车压死。我妈她说她使了做鬼都要给我爸掐死。就在母亲这种怨恨下，在我的心里也深深地种下了对父亲的怨恨的种子。这种怨恨的种子慢慢的我长大了，我就性格特别暴躁。那个时候对我的妹妹呢，一点仁爱之心都没有，心情一不顺就拿我妹妹撒气，打我的妹妹。而且发展到13、14岁的时候，上初中的时候，开始跟我父亲正面直接冲突，骂我的父亲，跟我父亲对打。我骂我父亲的时候，我说你早死早好，你死了我哈哈乐。而且我还在我的日记当中写到，如果杀人不犯法的话，我就要把你杀了。那个时候多大年岁啊？13、14岁。13、14岁啊，就对自己的爸爸连打带骂，还说呀，要是能把你杀了，我哈哈笑啊！对自己的兄弟姐妹啊，也是打骂啊！这么一个蛮横不讲理的女孩子呀，不孝父母啊，不爱兄弟啊，五伦里边两个都违背了啊！头一个父子有亲，第二个哎兄弟有爱，这个都违背了。我们接着往下看，到了社会上啊，是发了两个誓愿，是吧？对，我当时带着怨恨下了两个毒誓。第一个，我一定要不择手段地成为有钱人，因为每次和父亲吵嘴，父亲都说养女儿是赔钱的货，泼出去的水。我就暗暗下决心，我一定要证明给你看，你看女儿是赔钱的货不？第二个呢，就是我一定要成为天，成为真正的女强人。妈妈没把爸爸踩在脚下，我今后一定要把男人踩在脚下，让你们欺负我们女人。这两个誓愿呢，都是，大家注意，都是违背人性的。为什么呢？都是怨恨啊，报复啊，仇恨，对立，竞争啊。你看这个心发出来的，我一定要把男人踩在脚下，我一定要挣更多的钱，我证明给你看。这叫什么呢？这叫仇恨啊，这个叫扭曲人性，极恶的能量。种子种下去了，十几岁就这样，到了社会上开始赚钱了啊。赚什么钱呢？凶财。但没学传统文化之前不知道，在1995年，也就是我22岁的时候，我开始创业。我当时做了一家汽车配件公司，因为我一直受的是西方价值观的教育，自私自利，更快更高更强。那我赚生意做生意怎么能更快更多的赚到钱呢？怎么能不择手段赚到钱呢？我当时想到了卖假货，以假充真。所以那个时候呢，我就全国各地跑到广州来采集各种能够以假乱真的货源。假汽车配件？对。多少钱进货呀？我当时举个例子吧，我那个时候卖的车型以桑塔纳为主，95年，一个汽车配件的这个假球头，如进价成本是7-8块钱，真货呢进价成本40多块钱，毛利润也就10%，
卖40多块钱，可是我要假货，我就7-8块钱掺在真货里卖，我就可以卖到40多，可以翻好几倍。7-8块钱进来的假汽车配件，多少钱卖出去？40多块钱，凶财呀！你自己还觉得是本事？今天有很多培训呢，这个培训我们看到社会上这种公司很多呀，交点学费，他交给你干什么呢？你看，这个东西啊，哎，一块钱的成本你进来的，他交给你什么呢？你能把它卖到50块钱、100块钱，你才是本事啊！就是教人骗人呐，这不就是骗人吗？哎，所以这个老师当年学的就是这个。你想想，汽车配件那要是假的，开到半路上，那个要是断了折了，车毁人亡。当时你们没有想那些是吧？从来没想过，我是天天在谋财害命。我那个时候最凶狠的时候，库存40%都是这种能够以假乱真的假货骗客户。我学了很多营销术呢，做了很多营销策略，还培训我的员工，让他们一起骗客户，而且是很高的利润骗客户。那个时候有一些良心不忍的员工来找我说，这样骗下去良心上过不去。我还套用我学营销术上的一句话，企业存在的价值就是必须得盈利，现在社会不都这样吗？我们不骗别人怎么能赚到钱呢？所以员工有这种恻隐之心，我还骂他们说，你不愿意干你就给我滚蛋。特别那个时候，您是不是天天要交给员工，包括您自己也是这样，天天要说假话骗人，天天卖假货？对，是一种习惯，以恶为能，而且我还很荣耀，因为这么的我骗到了很多钱呢。大家听到了，哎，90年代包括到现在，很多人是越来越多这样的人呢。做什么呢？扭曲人性，违背人性。人性是什么呢？纯净、纯善。纯净没有污染，纯善没有一点邪恶呀。这个是什么呢？天天说假话骗人的，天天害别人卖假货呀，天天怎么样呢？极恶的能量发出去了。大家不要着急啊，哎，他怎么没事啊？很快反作用力就来了，那没出多久啊，那个报应恶报就找他来，这是真的。中国传统文化有一句古话，夫心起于恶，一日有三恶，心恶、语恶、行恶，3年内必有灾祸。真的，果不其言，在我做生意第三年，也就是我25岁的时候，我的灾祸现前了，我的身体垮了。那个时候我上厕所便血，而且得了很严重的痔疮。现在大家看见我坐在这很稳，以前根本坐不下的，开车都开不了。而且我还得了肾结石、腰托、颈椎病、肩周炎，后背每天疼得我坐下就坐不住，就是不停地蹭的。而且脾胃不和，心脏也每天突突地跳。大家想，我天天卖假件骗人，我身体的零部件能好吗？那个时候常常去医院要花很多医药费吧？对，那个时候我天天跑到医院，中医西医的看，化验拍片子，吃了大把大把的药也不管用。然后后来又转到吃这个营养品，一年得吃好几万块钱的营养品，又大量的去听那些营养课程。在营养课程上得到一句话说，赚钱不是第一位的，健康才是第一位的，没有健康什么房子、钱呢、票子、事业全等于零。可是我现在学习了传统文化，才真正明白了道理，没有道德才一切都等于是零，道德才是人生第一位的。这是现在明白了啊。对，哎，当时啊这个老师不懂这些呀、啊、你看他身体啊受到了反作用力啊，受到反作用力，这个身体啊种种的疾病不知道原因啊，常常啊哎去医院，那个钱花的那个地方也不少。那这是什么呢？还有啊心理上的反作用力，那也很重啊，是吧？我们先问一个问题，您后来也有了钱了，是吧？是不是也把这个男人踩到脚下了？对，我那个时候对我老公是非打即骂，拳打脚踢啊，不顺心了就把我的女权主义拿出来就一顿打。那您当年发的那个誓愿也实现了，也有钱了，也天翻地覆，也当天了，
啊，您也把男人踩在脚底下了，您幸福吗？没有丝毫的幸福，啊，而且是特别痛苦，啊，特别痛苦，特别痛苦，什么意思呢？心里边也受到了反作用力了，有报应啊！我们听听啊，心里多痛苦。那个时候我每天焦虑不安，而且呢，常常无缘无故的发火，很暴躁，骂人，身边的亲人都讨厌我，别说朋友了。所以那个时候吧，经常失眠，就常常觉得活得没意思，经常不知不觉就哭起来，就觉得人生怎么活得这么苦啊。后来我有一个朋友说我，你这样吧，长期下去是抑郁症的症状，你应该啊去看看心理医生。他说我给你介绍个课程，你到上海去上一种心理课程。我呢迫不及待地跑到上海上那种课，那种课程呢是4天4夜，学费呢就12000块钱。4天多少钱？12000块钱。12000。哎，对，不像现在大家学这个传统文化，一分钱不用花。都是什么人去啊？我当时到那个课堂里边一看，几乎都是我们所谓的这些成功人士，有亿万富翁的企业家，还有位高权重的这些高官，金领、白领、女强人，都是成功人士。对，他们到那儿去之后什么表现呢？都极其痛苦，在课堂上这个美国老师就领着我们发泄，把你的痛苦倾诉出来吧，恨谁你就骂谁，恨谁你就说谁。我们在那课堂上就嚎的，就鬼哭狼嚎的，搂在一起骂这个骂那个的。这个这些成功人士啊，我们大家在外边看到很多呀，啊，一缕光鲜，都是名牌，住着洋房，然后开着宝马，开着这个奔驰啊。他们到那儿去之后都那么痛苦啊？对，我都没想到，都是心理扭曲啊。基本上是现在学了传统文化知道，都是违背人伦规律，自作自受。其中有一个台湾的企业家，他叙述他的这个血泪史，哭的都站不起来了，三个男人都架不起来。根本原因是什么呀？他一直怨恨他的母亲，所以他对女人的不信任，他3次婚姻全失败了，带着3个女人生的孩子生活在一起，极其痛苦。你们在一起啊，就是发泄。这个课程啊，交12000、4天，就是到那儿去发泄去，是吧？我们不但发泄，还交流，啊，交流怎么能够更快更强的骗到钱。其中呢，有一个来自河北的一个同学，她是一个女强人，也离婚了。她当时呢，开了一家美容院，她跟我们介绍，她那一个美容包月啊，成本几十块钱，可以卖到10000多块钱。我当时听都傻眼了，我说我卖点假货跟她比，九牛一毛啊。我回家，就是当时都动那个心思了，回家也要整个这样暴利的企业。可是这位企业家没过多久出了车祸，差点死了，而且毁了容。我们今天听到很多人呢都在羡慕，就跟这个老师当初一样。哎，你看我这个几块钱的东西啊，能卖40多块钱，人家几块钱的东西能卖1000多块钱，能卖10000多块钱，他真有本事啊。我们还听到在偏僻的农村，在过去啊，这不要太久远，说古代不用啊，30年前，说他们家偷东西啊，怎么样呢？全村子的人都不理他，啊，这什么人这是啊？现在啊，说他们在外边做点假货骗人呢，哎，能够骗了好多钱回来之后，全村的人都羡慕。各位啊，这是什么呢？大凶之相啊！什么叫大凶之相啊？人性有缺啊。以丑为美，以恶为善，哎，拿着这个灾难呢，啊，当成啊好事，当成幸福了。你说你不痛苦，谁痛苦？当时这个老师就这样啊，看谁比呀，啊，谁能够更会骗钱？他哪里知道，警察不来找你啊，自然规律会来找你，啊，那个反作用力你跑不掉啊。所以老子在《道德经》里边讲：“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啊，什么意思呢？天网就是自然规律，它到处都有啊。疏而不漏就是一个都跑不掉啊。你以为啊，我好像偷偷的很聪明，做点什么坏事，
你真的跑不掉，不知道什么地方等着你一个报应。哎，你还不知道是为什么？你看这个老师当初啊，你们一定不知道是因为什么这么痛苦，身体受到了报应，心里受到了反作用力，都不知道。不知道。那么四天学习下来之后啊，交了这么多钱，效果怎么样啊？没解决根本问题，只是觉得在那发泄的时候很痛快。可是出来课堂回到家以后又恍惚不定的，那接下来呢就到处找这种课程上。当时我跑到深圳，就是也来到了这个城市广州。这个地方当年也教这个来了、啊、而且这种课程很盛行在这儿。我还到了上海、北京、杭州，那一年我照的学费就花了20多万，也没解决根本问题。更有甚者，我的同学跑到美国、加拿大、韩国、日本上这些潜力开发什么催眠呢激励课程，造了100多万、200多万的都有，我看也没解决问题。解决不了问题，反而怎么样呢？制造问题。这次我们来做这个汇报，有很多的观众建议我们说，你们以后有机会啊，哎，到那个有的企业，他那老有人跳楼是吧，去给他们讲一讲什么原因呢？很简单的、啊，各位，他那个化解的方法有问题啊！你看这个富士康事件出来之后啊，很多媒体都在报道，很多专家教授啊出什么主意呢？就是这个老师讲的，你让他发泄啊，让他发泄出来就好了。发泄，你恨，你看这个公司啊，他怎么培训呢？啊，你只要交钱来就能够解决你问题。怎么样呢？你恨你的妈妈，在那个沙袋上啊写上妈妈的名字，恨丈夫写上丈夫，然后怎么样，你天天打他骂他。哎，这个东西啊，大家一听就明白，你让他去发泄是怎么样，是让他的人性更加扭曲啊，是让他增加怨恨的，那不能解决问题啊。哎，这个老师就是个例证啊。哎，交了20多万的学费是吧，上百万的学费，出去之后身心呢越来越糟糕啊，是吧，越来越痛苦啊。大家注意，这是啊反作用力刚开始。有人讲了，哎，他还挣了不少钱呢，是吧，卖假货毕竟还挣了不少。哎，我们来听，凶入凶出啊，那有灾祸的呀啊。凶财必定有凶灾。在2007年，也就是我经营生意第12年的时候，4月份早晨接到了公司来的电话，说快来公司吧，我们汽车配件城着火了。我当时还不紧不慢的，我寻思那么几万平的汽配城着了，一家着了还能全没啊？可是我一到汽配城，我傻眼了，从地下室一直到四楼，黑烟滚滚，这种火势根本控制不了了，2天2夜整整烧了。对，这个就是啊，他们那个汽配城什么几几年呢？2007年4月份。啊，这个上了新闻联播了。当时这个一共有多少这个店铺啊？一共有380多个业户。380多个，烧了多长时间？2天2夜，几乎动用了辽宁省所有的消防车，那些高级泡沫消防车几乎全到了，也没能灭得了这场火。那么那些商户啊，那些老板们什么反应呢？有些老板很痛苦，经营了20多年，一夜之间化为灰烬，站在马路上一夜不合眼，在那哭啊，说自己的一辈子心血没了。现在学了传统文化知道啊，凶财呀、啊、我们是凶财必有凶灾。我们问一下，300多个业户啊，哎，300多个店铺啊，他们都卖假货吗？我们行业的潜规则就是，不卖假货能赚钱吗？不偷税能赚钱吗？做好人能赚钱吗？所以几乎家家都这么做。潜规则。对，就像这个老师所讲的，今天你去问这个人，他说学什么传统文化，钱才重要啊，哎，有了钱就有了一切啊。对，你那个钱是什么钱？不知道。那钱是什么钱？凶财不是好来的呀。有人说大家都这么做，都卖假货，都做假账，都偷税啊。对，都这么做，大家凑在一起啊，一把火全部烧光，都这么做就都烧光了吗？这个我们才知道。第一天跟大家汇报了，讲了重要的一个自然规律，叫什么？叫感召。那卖假货的都凑在一起啊，
正人君子耻于跟他们在一起啊。所以怎么样呢？你看善跟善发生感应，恶跟恶发生感应，这是周易里边讲的，人以类聚，物以群分呢、啊。哎，这个老师当年卖假汽车配件是吧，跟这些人一样都凑在一起了。有人说没事啊，没事，对，量变到质变啊。等到有一天这一把大火烧了2天2夜，大家想一想，这是多大的反作用力啊，你就可想而知他们做了多少年的恶，哎，才会有这么大的一个恶报。哎，你为什么手那么疼啊？你用力太重了，打出去啊，一样的吗？你看看2天2夜烧了多少钱呢？当时我的库存被烧到了300多万，大家想，我这么多年积累了凶财1000多万，还剩点啊。可是没过多久，祸不单行，我的父母亲由于做生意呢被人骗了，也被人骗走了700多万，加在一起正好是1000多万。行有不善呢，因为我一直缺德，所以导致我的父母也受到了殃及。这个中国有一句老话，就是《易经》里面讲，叫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啊，啊，积恶之家必有余殃啊。你会孝顺父母吗？不会呀、啊，你给父母的是什么呀？凶财。你说他白发苍苍老父母被人骗走700多万，你这不是杀他们吗？你不是想让他们早死吗？你给他们住的房子，给他们的车，全部是好来的，凶宅凶车，你是孝敬他呀，还是想杀害他们？哎，这个老师不会做女儿啊。哎，他在家里边，刚才我们讲了，恨父母啊，恨爸爸呀、啊，打骂自己的姐妹啊，然后到了社会上怎么样呢？你看看他交给自己的员工骗人呢，不会当领导啊，做夫妇他把丈夫踩在脚下呀，做朋友带着大家一块出去吃喝玩乐骗钱呢，哎，交流这个经验呢，罪恶的朋友，你看五伦都不会做了，人不会做了。有人讲有那么重要吗？不会做人死路一条。下边呢我们再问一下，会不会做妈妈呀？大家想，我一直缺德，当然我做妈妈也一定是个缺德的妈妈。在这里我给大家汇报一下我是怎么缺德的。在我2007年10月份的时候，我才有的我儿子，可是我一直受西方价值观的影响，这个信息时代要怎样就高效率高节奏，不能让孩子输在人生的起跑线上。所以在我儿子还没满月的时候，我就拼命地找各种教育机构，早期教育机构，让我儿子得有竞争力。所以我找到了一家美国的教育机构，在我儿子第31天，也就是满月的第一天，我就给我儿子报去了。到了这家公司呢，我一看物质条件太好了，一块地板都10000多块钱，那我儿子就得在这儿。当时毫不犹豫地交了1年的年费10000多块钱，就开始上这种课程。这个一年的学费10000多。对，主要是锻炼孩子的竞争力是吧？对啊，就是不能输在人生的起跑线上。对对对、啊、那么我们问呀、啊、您把您的孩子抱到那儿去上课，您孩子多大？第31天就去，就是刚过满月的小婴儿，31天。对。好，那到那儿学什么呢？学的课程呢一共是45分钟。一进去呢，首先听的是这个 disco 摇滚音乐，哐哐哐哐哐哐，我现在才知道那是靡靡之音，乱世之音呢，那个时候哪知道啊。我进去就想跳，然后那个老师啊，他手里抱个这么大的假胶皮娃娃，然后我们这些母亲，疯狂的母亲抱着自己喘气的孩子跟他在一起蹦来跳去的，呼的一下把孩子悠这边去了，呼悠那边去了，然后还不停地转圈，给我儿子转的天翻地覆的，然后没过多久就嚎啕大哭。当时你们这些做妈妈的太惭愧了。我们不知道啊，这个鼓掌的观众是不是也把孩子送去这么培训呢？这个深圳我不知道啊，这个其他很多城市都有这样的培训的公司啊。哎，他的儿子31天的小婴儿，哎呀，就给抱到那儿去了，就一手咣咣咣就这样。
你们当初没有想到过这是在折磨自己的孩子吗？没有，因为外边给的声音都是这种，说得给孩子快乐天堂般的童年呢。这天堂般的童年，就得玩得蹦啊。啊，所以没觉得。那您这个孩子就进去没一会儿就哇哇大哭，您是不是觉得这孩子自己儿子还挺不争气的？对，我觉得这么没竞争力呢，你妈花这么多钱这么丢脸呢，一点没想到我有问题。大家发现呢，这个人性要是扭曲了呀，哎，什么糊涂事情都做得出来。你说咱们今天在现场，大家一听，哎呦，这个妈妈们太糊涂了啊，怎么会这么糊涂呢？哎，人他要是被欲望啊把自己的内心给遮蔽了，就像那个厨房的油灯泡一样糊死了啊，他什么糊涂事都做得出来啊。那个时候您的丈夫是不是劝您不要折磨儿子了？对啊，劝了我三个多月我才停止折磨我的儿子啊。然后我那个还跟我老公说，我说咱孩子怎么竞争力这么差呢，人家都没马上哭着，咱们怎么这么爱哭呢？那些妈妈在一起都怎么样啊？我们在一起呢也是互相攀比，上下打量你穿的什么名牌，用的什么奢侈品，开的什么车，家住哪儿，家做什么生意的，没有一点交流说我们给孩子教育啊，要让孩子以后有成为有道德的人呢、啊、成圣成贤，根本我们也不懂这些东西。就是这些妈妈呀，就从这个有了孩子开始起，他们自己本身就是比吃比穿比名牌比享受。对啊，比竞争力。我们认为人生就是这样，就是吃喝玩乐享受啊。啊，如果呀今天我们回想一下，这个孩子啊，你们一家人没有接触传统文化，这个孩子呀从刚过满月就这么教的话，您估计他呀会怎么样？应该四五岁也是个自闭症，又多了个自闭症这个地球上啊，就是一定啊会给这孩子折磨成精神病。对啊，那么这个家庭很幸运，后来呢接触到了弟子规传统文化，这个孩子呀很小，哎，把这个妈妈呀给教育了，给影响。你要说为什么呢？孩子他有人性啊，人性本善，这个妈妈一看，哎，回头了，是这么个情况是吧？是，在我儿子第八个月的时候，真的是托他的福，我找到了中国传统文化经典早教《弟子规》。当时呢，我跟这位老师交流，他说，我就问他，我说为什么我儿子给他那么好的物质条件，他进去就哭啊？他说，中国人呢，应该学习中国传统文化，因为中国传统文化才符合人性。他教育孩子从小怎么扎下德根，哎，他符合自然规律。所以当时呢他就告诉我说，你让你的儿子从小就落实弟子规，他的德根扎下了以后呢，他就一定能长成苍天的大树，而且会活得幸福快乐。我当时不相信，我说我人生就想幸福快乐，我一直也没找到啊。可是后来这个老师给我留的光碟书籍我一看，我全明白了，原来我人生痛苦是因为《弟子规》113条五伦八德我没有一样能做到的，我长期违背自然规律，我缺德，我不是人，我纯粹是自作自受，所以我痛苦都是应该的。这回知道了啊，都是反作用力啊。这个反作用力是谁的呢？是你发出去的作用力造成的呀。您对照弟子规讲的自然规律啊，您一对照发现您这个近四十年来啊，哎，所作所为都是违背自然规律的。对，都是违背人性的。是，那么孩子按照自然规律按照人性的去教育他，他有什么变化呢？我当时按照这个老师教我的方法，在家里不让他听靡靡之音，听德音雅乐，听我们中国古琴音乐，然后在家里给他布置上弟子规，每天听经典诵读，不让他看电视，看德育卡通片，真的很神奇。在我儿子一岁半的时候，弟子规他完全能复述下来了，而且随便挑哪一句他都能接上。最重要的是我儿子德性光芒的流露。那个时候在他一岁半的时候，我出差回来，他看到我很开心，拿着一个毛豆来找我说，妈妈妈妈，然后拽我到沙发坐下，他把毛豆扒开，
第一个粒儿呢喂到我嘴里，第二个粒儿呢放到他嘴里，我当时没觉得什么，可是第二个粒儿呢他嚼碎了，吐在他的小手上，放到了我的嘴边，说妈妈你吃。当时我泪流满面，这就是我学传统文化看到乌鸦反哺的那一幕在我儿子身上完全流露出来的，人之初性本善。这些东西啊我们看到了，不是谁教的，一岁半哎他就会这个，谁没人教，人性本善啊。哎这个善出乎我们的意料，你说我的儿子怎么不这么善呢？你把他污染了。你如果在很小的时候就教给他哎好的音乐啊，好的文字，你看弟子规教给他去做，哎到处啊都是符合人性的，你不要给他咣咣咣，然后你不要让他受那个电视剧的污染，哎家里边人说的话做的事情都是符合人性的，就跟他们家一样，一岁半你看他就会做了是吧。哎然后呢现在是多大年岁啊？现在我的儿子两岁半多了，他能识汉字2000多个，而且呢他例行孝道非常好，我一回家肯定鞠躬，而且每用东西呢向来都是长者先幼者后，每天呢给他的爷爷奶奶洗脚，还经常挂在嘴边一句话，说我是小孩我应该孝顺老人，他这个样子每天特别开心。各位观众，我们问大家一个问题，我们也要自己问自己这个问题啊，我们都有孩子啊，我们自己也要走一生啊，不光是孩子，我们自己也需要。请问啊，他们家孩子2岁半啊，认识汉字2500多了啊，能够常常啊给自己爷爷奶奶去洗脚。那么我们问自己啊，我们问自己家的孩子呀，我们和我们的孩子给长辈给父母洗过脚吗？我们认字达到2000多了吗？我们把那个毛豆嚼碎了去喂过老人吗？没有啊。为什么我们有这么高的学历，女强人男强人，挣了那么多的钱，连2岁半孩子能做的事情都做不到，为什么？这个问题我们要问呢、啊、人性扭曲了啊，我们看到这样的孩子就像看到一面镜子呀，走错了人生啊啊，你的灾难怎么能没有呢？你连孩子都不如吗？为什么呢？这个就是丧失了人性的教育，人道的教育，所以人他就不像个人了嘛。这好人是教出来的，坏人也是教出来的啊，孝子贤孙天下人人都可以为尧舜呢，也是教出来的。所以说狗不教性乃迁呢，你不教育他人性就扭曲了，哎他说话就没有人味了吗？做事就不像个人了吗？这个老师他们一家庭啊学习了传统文化，命运就改变了，他不做女强人了，哎开始做柔顺的女子了，然后呢哎孩子也发生了变化，自己呢也不卖假货了。采访的最后我问一下，不卖假货不做假账不偷税哎不骗别人，能不能赚到钱？能赚钱。透过2009年我一年的经营，我不卖假货也不偷税了，不骗人了，事实证明我们赚到钱了，而且我们用赚到的钱呢来弘扬传统文化，发制了很多光碟和书籍给我们的客户和朋友，最重要呢我们现在赚的钱是心安理得，然后呢我们所有的员工都在落实弟子规，学习弟子规，我个人的身体的这些疾病也都由于人性恢复了，也都不可思议的好了。在医院呢医药的配合下很快你就康复了。刚才大家还记得他羡慕的啊那个女朋友，人家几十块钱的东西能卖到10000块钱，最后出了车祸了也毁容了，现在人也自闭症了，哎他有反作用力，有报应。过去给他供应假配系这个汽车配件的，供应假货的啊有几个人呢啊，也都是啊
受到了反作用力，这是真实是吧？对、哎、凶财必定有凶灾，多行不义必自毙。过去给我供货的两个供应商，他们的年龄也就30多岁，长期供应假货，在30多岁都分别出车祸被撞死了。其中有一位，他的妻子虽然还活着，可是去年呢也发生了车祸，但没致死亡，可是他家里已经灾祸连连了。我们听到啊，这些事情啊，你卖假汽车配件给人家，你让人家出车祸，你看最后两个人全部分别先后撞死，妻子也快撞死啊！我们这才知道，这个是什么呢？牛顿第三定律啊，作用力和反作用力。所以中国古人教给我们，君子乐得做君子啊，小人冤枉做小人。什么意思呢？打个比方，同样是一年啊，你受苦受累赚来的钱，这个老师做君子。他赚来的钱呢，学了传统话，那是集财，哎，他自己留得下呀，心安理得，100万他赚到了。那个人呢，偷奸取巧，卖假货，坑人骗人，也赚了100万啊，也是很费力呀，同样是出力啊，然后怎么样，他赚的是凶财，那个100万他留不住啊，附带着凶灾，你说这何必呢？所以古人教过我们，小人呢，冤枉做小人，你说他多冤枉。最后受了累了，钱还留不住，还有灾祸。我们今天很多人不懂得这个道理，他就不知道受的很多灾难呢是冤枉啊，他不该受这个。一学传统文化，这个做君子了，那个钱也挣到，不是说挣不到钱的，是吧？采访的最后啊，我们感恩啊这位老师啊人生的经历给我们上的这堂课，谢谢，谢谢大家。